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TS5823 镜头座的安装方式。来，我们准备材料，拿起镜头，拿起镜头座环。那这个环要注意一下，它是安装在镜头座上面的齿状环带上面，不是安装在那一个洞上面哦。那个洞是在那里做正向校准用的。那我们固定好，拿起校座，拿起螺丝。那这个螺丝跟螺帽要注意一下它的方向。如果你装反了，螺帽只会在你要锁紧的时候会滑动，另一边它螺帽放进去是可以刚好卡住的。我们把它锁紧，那锁到你需要的紧度，那你方便调整角度，可以固定它。接下来我们拿起镜头的定位螺丝，从上方锁入。那这个动作的重点，它是锁紧即可，不要锁坏了镜头本体。这样就完成了，谢谢您的观看。